智的我们正式进入团王资格战的赛段。第二个挑战是在你的 BGM 里战胜你。哇，每个团都需要选择一首你们身边的友团的代表作品作为你们竞演曲目。因为我们的歌就是大家都知道很青春元气活泼可爱，我们想看看直男演绎的那种版本。那你们想唱撒小姐吗？我们想唱月亮警察。没有枪，就我没有出了一首歌想给每一个组合都想唱，都应该试试。哇，他们这么多歌啊，410首。主要是他们太青春洋溢，少女的感觉。对，他们风格我们驾驭不了，找点女孩伴唱什么的，你知道吗？后边啊，得穿旗袍那种，有点老上海的，哎，老上海的那种感觉。我倾向于这个吧。我们演过吗？没有，你们都没演过，你们是首秀。那老师们选的是叫卡路里。我从听到这个赛制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改你们的作为你们2周年的礼物送给你们。哇，太感人了，好感动。